当地人为何要在荔枝树皮上动刀还割？白种荔枝又有哪些独特的吃法？为荔枝储存保鲜，茂名人又有哪些高招？敬请收看13集系列片《中国特产》第三集《茂名百味荔枝》。这一颗颗饱满鲜甜的荔枝果，让人想起唐代一位家喻户晓的美人。杜牧曾写下名篇《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》，她就是当年唐玄宗最宠爱的杨贵妃杨玉环。众所周知，杨贵妃喜欢吃荔枝，因她而命名的妃子笑更是成了荔枝的代名词。可谁能想到，在广东省茂名市有着300多种荔枝，上百种风味，可鲜吃，可入宴，当地人还常用来酿制荔枝酒。能种出这么多品种的荔枝，正是因为当地特别的栽培技术。这一天，住在茂名市根子镇的何建和从抽屉里拿出几把奇怪的工具，他走到自家山头的荔枝园里，环绕荔枝树干根部的地方割上了好几刀。俗话说树最怕割皮，那么何建和为何还要在荔枝树皮上割上几刀？难道他不怕荔枝树因缺少养分输送而难以存活？百种荔枝百种风味，茂名人又有什么独特的办法为荔枝储存保鲜？茂名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，南临南海，属热带亚热带季风温和气候。这里热量丰富，光照充足，雨量充沛，为荔枝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环境和充足养料。茂名高州的根子镇被称为中国荔枝第一镇。这个小镇因荔枝品种繁多，香甜可口而闻名国内外。今年的根子镇又迎来了一次大丰收。5月28日这天，何建和等来了采摘的大日子。今年收成不错，他山头小园子里的荔枝果需雇佣100多名工人，5天才采摘完。在当地，千年的荔枝老树保存完好，农户家祖祖辈辈都是靠种植荔枝树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。荔枝开花结果集中在一段时期，3至4月荔枝花开了，到每年的5月底6月初这几天就是收获采摘的日子。茂名人对荔枝有着不一般的感情，不仅是儿时回忆里的甜甜荔花香，更是因为荔枝树的种植对环境和栽培技术要求相当高，极难培育。为此他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开花前要还割，这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作用？茂名市水果局研究员邓振全研究荔枝已经20多年了，希望他能为我们解开疑惑。这个刀呢，就用来还割的。嗯。这一种呢，就用来还薄的。嗯。还薄还是螺栓还薄的，螺栓嘛呢，这个呢是最早的，就用这个，就如果呢现在就用到这个。这种好用。那如果环播的话，在树的哪一个位置环播？环播完割的话，那个位置呢，就从树的主干，嗯、离地面20公分。嗯。螺栓环播呢，它一播就播一圈二呢，就到这个地方。嗯。到第二年呢，又在这个地方，逐年上雨，嗯、上到上面，过了几年以后，又可以种下面进行。螺栓环播的作用啊，主要就是控制冬梢上长。促进发芽分发，保发保果，提高产量，这是它的作用。完格的作用呢，完格就一般的就跟不同品种就用来在发起开发之前完格，起到那个保果的作用。荔枝区别于其他水果，这些树皮被割得伤痕累累，却不是对荔枝树的伤害，
而是为了种植保果的需要，为了能够让果实结得更大更饱满，不让养分分散，当地人都会在树干根部环割一圈半左右，割的宽度也许控制在0.2到0.3厘米之间。环割对技巧很讲究，每次需用上3分巧劲儿。正所谓伤皮不伤骨，要深达木质部，却不伤到木质部。当地人环割时会拿不同的工具，作用于不同种类的荔枝。用这个玩螺栓玩薄的呢，一般可以用到桂味啊、糯米糍啊、飞脊笑啊。对白铜硬呢，一般的就没进行螺栓玩薄，就可以用玩格的。正是因为复杂的栽培技术，茂名的荔枝吃起来才会饱满多汁、鲜甜可口。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曾赞誉过：“日啖荔枝300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。”在茂名荔枝园里，品尝荔枝别具一番风味，也成了游客们最喜欢的一项活动。我们也经不住嘴馋，前来品尝一番。荔枝其实品种挺丰富的，有多少种啊？有300多种，300多种。我们今天拿的这几个代表性种的比较多一点的品种来了。这个是白铜硬，这个是黑叶，这个是白蜡，这个是飞脊笑，这个桂味，这个大丁香。那怎么辨别呢？中间的这个是白铜硬，白铜硬红的比较鲜艳，它的外形呢，它是外心形啊。这个呢，黑叶呢，它就红的就变黑的。这个飞脊笑呢，它那个还有点青色啊。桂味同那个大丁香呢，它那个桂绿片这个比较尖，摸起有点刺手。顽强。这些颜色大小不一的荔枝，它们的味道究竟有什么不同呢？白铜硬是我们这个当地比较好的品种了。我听您这么说，好像所有的荔枝品种当中，是白铜硬是最甜的，是吗？对对。你看，按上去就特有弹性。你尝一下就更好，很甜了，很清甜的，特别甜。特别的甜。你再看看这个，个头小的，这个桂味，这是桂味。这个桂味啊，它有点桂花的香味。香是吗？你闻一，是挺香的。闻一口就知道那个香味。就是那种淡淡的花香的味道。火也比较小。味道很好哎。对。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核了。对。核就这么大一点儿。我觉得这个甜和那个白铜硬甜不是一样，就这个有点爽口的那种甜，这个就是特别甜。他们甜。这个就大丁香。大丁香。特别好辨认。哇，个头确实很大呀。肉也很厚。这个品种也有点酸酸的，大家也很多人喜欢。真的是那种酸酸的，而且这个酸味好像比其他的这种酸味更加重一点。对，这现在它还不够成熟。因为这个是晚熟品种。我们这里来讲呢，就是这个是早熟品种吧，白铜硬，飞脊笑也早熟品种。这个黑叶啊、白蜡，它是中熟品种，这两个是晚熟品种，桂味啊、大丁香。这去肥肉更好。为什么呀？白铜硬是最受当地人喜爱的荔枝品种。特别香甜，而最好的要数桂味儿，不仅果大核小，品尝起来还有一股浓郁的桂花香。妃子笑、白蜡、黑叶，酸甜适中，十分爽口。除了采摘的新鲜荔枝，茂名人制作荔枝宴也是久负盛名，成了当地的特色美味。为何贵妃出浴成了荔枝宴最隆重的一道菜？当地人酿制荔枝酒后又有哪些习俗？请继续收看《茂名百味荔枝》。茂名人对荔枝宴相当讲究，一定要上齐8道用荔枝制作的菜肴，蒸、煮、烹、炸，花样繁多。而最有名的要数这道贵妃出浴。陈亮是茂名一家餐馆的厨师长，制作荔枝宴经验丰富。贵妃出浴正是他的拿手好菜，这道因杨贵妃而得名的美食让我们也十分好奇。现在我们面前摆的这所有东西都是今天这个贵妃出浴的原料吧？对。那您挨个给我介绍一下。这个荔枝笑、荔枝啊，荔枝加一点北漂又什么那个三门鸡元哈，这个苦瓜就到时候装糖用。这个小罐里是什么？这个胡椒粉。哦，这是胡椒粉，然后这个应该是盐，好的，那既然还有一个鸡蛋，加一点，
行，前长那个蛋白。贵妃出狱对荔枝的选择很严苛，妃子笑酸甜适中，又深受杨贵妃喜爱，是最适合的食材。荔枝去核后保留果肉部分，看上去水嫩饱满，这就是贵妃出狱的浴池了。其实这样看着也并不是很难嘛，嗯，可能看起来比较简单，我试一下，但是我看着并不是说特别难。我刚才在看到陈师傅切的时候觉得很简单，但是自己切的时候就是你就很难控制到这个刀尖能往下深入多少，嗯，然后就把这个挑出来是吗？嗯，但是我挑的，哎，我怎么挑不出来呢？哎，是哪一边呢？陈师傅，您帮我一下。大概刷根就行。哦，往下。嗯。行了。哇，虽然行了，但是现在都已经弄坏了。这个东西啊，看着很简单，那其实是一项技术活，而且是非常需要经验的。那我这个残次品就先放这儿吧。而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制作杨贵妃白里透红的肌肤，营造出出浴的美感。这时，新鲜嫩滑的基围虾成了不二选择。把基围虾去壳抽筋，然后剁碎成虾泥，再加上少许的肥肉泥，加入鸡蛋清后搅拌均匀。为什么要加入肥肉丁？加一点爽口一点呢。哦。嗯。那有没有比例啊？就说这两个的比例。这个沙和嘛那个肥肉的比例是8:1，那个三文的打出来的口感好一点，新鲜一点。这样就行了。哦。对，这样搞好就放拿去那个蒸笼一蒸3分钟就行了。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出来啊，就是刚才的时候我没有发现那个虾肉其实这样做出来是红的，尤其是加上这个荔枝比较起来就是白里透红的，颜色格外漂亮。我也跟您学一个，您看我这个还能用吗？可以啊，再加一点。这个不够，有一点读出来，就是凸出来的感觉。嗯，虽然不是很好看，这是我自己第一次做的这个。在这道菜的过程当中，就是您认为就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是什么？蒸的火候。为了保持贵妃出狱新鲜白嫩的肉感，蒸的火候尤为重要，必须均匀受热。中火蒸上3分钟后就要出炉。这道诱人的美食让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尝一下。我们当地人为了纪念杨贵妃，就做出了这个菜。嗯。啊，你看它外表晶莹剔透，里面白里透红，嗯，有肉的感觉，也赞扬了杨贵妃的纯洁和美丽。嗯，其实我看到这个菜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像可能看到她的肌肤一样白里透红的。我其实今天下午做菜的时候，我就有这种感觉，但我不知道尝起来口味怎么样呢？口味会比较香，比较脆。嗯。感觉怎么样？味道很鲜美，因为这个荔枝感上去就是很清新、很冰凉，然后这个虾仁的那个味道就是被蒸出来之后没有破坏原来的味道。除了荔枝宴受到当地人喜爱，在每年收获后，很多农户家里还会把自家剩下的荔枝酿制成荔枝酒。《本草纲目》有记载，用荔枝肉浸酒并食之，痘疮不发。何汉杰家酿制的荔枝酒在高州可是小有名气。何大哥啊，你们经常酿这个荔枝酒吗？每年荔枝丰收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要荔枝酒的。嗯。祖辈以前都传下来的。做好的时候，今年做的，年年存下来都有这个喝，每天晚上都喝一点，增鲜很多了。嗯。哎，对人身体好了。何汉杰十分热情地拿出了去年酿制的荔枝酒，让我们也能尝尝他的手艺。嗯，好不好喝？挺好喝的，有点就是酒精那种辣辣的，然后纯喝适口的，还酸酸甜甜的那种味道。啊，为什么当地会有这个喝荔枝酒的习俗呀？啊，这个就讲起来就是，就华就强了。啊，就从过去啊，啊，这杨贵妃呢都是用这个荔枝酿酒来沐浴的。嗯，他说就沐浴就可以去除这身体的异味。哦。啊。
还有个传说啊，就原来就高州当时曾经出现过瘟疫，出瘟疫呢，当地人呢就用那个荔枝酒了，或者因为荔枝酒有那个补气保健的功效，喝了荔枝酒了，那这个瘟疫就好了。哦，还有这种说法。对，所以当地就形成了这个家家户户都形成了一样荔枝酒的习俗。在高州还有另一个习俗，喝荔枝酒的时候会在小孩额头上点上朱砂，这有着特别的寓意。点了朱砂呢，就保证每就预示明年呢、丰产丰收，风调雨顺。也说保佑这孩子能够健康成长，对，小孩还聪明伶俐。最后呢，还有呢，喝完荔枝酒呢，还有拜荔枝神。什么是荔枝神啊？也就是当地最老的荔枝树啊，就叫做荔枝神。这是茂名祖辈传承的习俗，每年收获后，一家人都会围着他们的荔枝神祭拜，不仅是为了感谢今年带来的收成，更是预祝来年风调雨顺，获得再一次丰收。岭南的荔枝自古就成了无数文人墨客笔下赞誉的对象，这里盛传当年运送给杨贵妃的荔枝正是出自茂名高州，那么当年究竟是不是从高州进贡荔枝到长安呢？荔枝储存保鲜，当地人有哪些高招？效仿古人竹筒五天保鲜实验能否成功？请继续收看茂名百味荔枝。一大早，何建和就开始忙碌起来，因为三天内没有卖出的荔枝不能存放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他们就会把荔枝装成箱，统计好数量，并从冰窖整车运送过来大冰块。这需要人力、物力和资金投入都十分庞大。把大冰块凿开后，再放入箱中，用来给荔枝冰封保鲜，然后再运到市场批发售卖。何建和今年收获不小，这两天几十吨的荔枝已经卖出去了，这些荔枝都是销往中国各地，还有些用作出口。如今荔枝保鲜工序繁琐，那么在当时运输不发达的唐朝，进贡给杨贵妃又如何保鲜呢？新唐书、后唐书里有记载，当年杨贵妃爱吃荔枝，从四川凉州进贡，但杨贵妃觉得凉州的荔枝酸小，不喜食用。后来高力士向她提起了自己的老家茂名高州。这个时候又有很多人质疑，从茂名到当时的长安路途遥远，用快马不停歇奔跑至少需要五天，那么只能储存三天的荔枝如何保鲜呢？为了证明古时的五天保鲜，邓振全给我们做了一个保鲜实验。他取了新鲜荔枝后，用较大较粗的竹筒做容器，凿开其中一端，在空心的竹筒里装入鲜荔枝并压紧，另外用荔枝叶包裹住保鲜，再盖上和封口大小相等的木板，用白蜡密封。结果究竟如何，我们只能等待五天后揭晓了。这天何建和忙完手头的工作，邀请我们去他家吃荔枝。您具体一年下来能收入多少？一年呢，除了成本呢，按照现在的价格呢，还有十多万的赚的利润。就是纯利润有十多万？十万左右。除了吃到新鲜荔枝，何建和还拿出当地一种荔枝干果给我们品尝。就把那个荔枝呢控干，控干呢储存起来，储存时间长一点。这个能储存？三五年也没事。三五年没问题。我得先尝尝味道。尝尝味道，这个味道是挺好的。我发现比较起来，你看，这个外形看，就是好像这更饱满一点，然后这样也没有。这个控干的吗？控干的吗？那个控干的那个里边呢、那个营养是最好的。就干了之后，它的营养就是好，然后保存时间也很长。保存很长的。因为荔枝保鲜时间太有限，制成荔枝干成了当地人一种独特的储存方式。加工后的荔枝也成了茂名另一特色。荔枝卖出去后，何建和又忙着将今年剩下的荔枝做成荔枝干，这就是用来烘干荔枝的烘干炉。这个就是已经烘干的这个荔枝干是吗？是啊，这个就烘干了这个。
哇，一箩一箩的还挺多的。是啊，味道挺甜的这个吗？啊、哦，你尝一下。你说味道很好啊，你可以尝一下嘛。但是我知道，好像这个刚刚做出来这个荔枝不是应该是热的吗？现在是已经是放干了是吗？我们控干的时候呢，就有两三个过程的，就、哦、啊，第一次呢就把它呢先控干一点点，嗯，拿出来，拿去冷却以后，嗯，再放进去，放进去后呢又拿出来。拿出来最后呢还控干的，那就是循环往复的话，时间挺长。这三个过程才搞的。那多长时间能做成这个荔枝？哦，这个呢和这样干的呢，起码有三天嘛。要三天才能做成这样，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荔枝干。那你试尝一下嘛，挺好的。嗯。这个呢，在北方啊，如果在北方呢，我听说呢，嗯，他那个是那个女人呐、啊，生了孩子后、嗯、以后呢，都要吃这个东西。最好的，这个最好的，跟我们南方是吧啊，跟我们南方是甜是人生是一个样子，嗯，对吧？确实特别甜，我都不舍得咽下去，因为太甜了，就像含了一口糖一样，一直在这个嘴巴里面。嗯，确实很好吃。多少的鲜荔枝才能做出这个干荔枝？就比如说一斤的鲜荔枝吧。一斤的荔枝呢，只能控三两左右嘛。鲜荔枝现在收购的是4块多嘛。嗯。荔枝干呢，就有现在呢，就有13块多，14块左右嘛，一样的、哦、那个比例是一样的，啊、嗯。是因为这个它已经是浓缩了，啊、对不对？对的，对的、哦，那个水分没有了嘛，是不是？哦。我看您这个大概有多少呀？我看这上下。这里一个炉10多筐嘛，400多斤。鲜荔枝烘成干需要经过好几道繁琐的工序，首先要把荔枝分开平摊，使其受热均匀。另一边必须保持炉子里柴火不断，当烘至3小时后，又必须将炉子推出冷却，冷却完又要推进去开始加热，如此反复3次才能完成。多种多样的储存保鲜技术也是高州荔枝闻名海内外的原因。离竹筒保鲜实验已过去5天，那么当年运往长安的荔枝是否也能保鲜成功呢？邓振全今天将为我们揭晓答案。给我讲讲这个竹筒保鲜。我们现在搞这个是蜡蜡嘛，嗯，把这个蜡蜡封住了，它就这个隔绝了这个氧气，这个空气从那个荔枝的接触，嗯，这个就简化了这个荔枝的氧化，嗯，还有一个呢，我们用这个竹筒啊，都是鲜竹筒，嗯，它一定有一定的细度。所以就起到了保湿的作用，嗯，所以这样用竹筒的这个就保鲜呢、啊嗯，就非常好，嗯，就用这个它密封的挺好了，好吗？哦，啊，就把这个是蜡，啊，完了这个是荔枝的叶片，这个叶片你看多新鲜呢、啊，看这个叶子就能看出来。嗯、对，我把那个荔枝看出来，你就知道了。看来确实是封太好了。那是不是原来给杨贵妃在送这个荔枝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个方法、对了，就是这个，你看这个荔枝啊，不新鲜的。哦，是啊，这都已经5天过去了，从这个外面的这个外观还有颜色上来说，你看还是这个荔枝很鲜红的，颜色基本上没有变，在这个竹筒里放了5天了，可以说这个外观上其实保存的特别的新鲜，尝一下这个味道。嗯。嗯，和刚刚摘下来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，还有一点、啊、是啊，就说明一点都没有花，而且这个水分保存的也特别的好、鲜美的味道、独特的储存方法以及美丽的传说，让茂名荔枝闻名国内外，被许多人所钟爱。如今的我们比当年的杨贵妃更有口福，茂名高州百种荔枝，百种美味，而这百种味道也留在人们的味蕾里，带来百般体会。